车带的话，一样这边有一个扣哦，一样要把它拉开哦，然后呢，这样子就可以把它升起来，然后用脚踩一下，因为它这边有连杆，踩一下固定，然后接着再拉长这个伸缩杆，最后这个椅背呢一样哦，捏着，然后呢拉到你要的高度。